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到了富人区啊，这边的车都不错呀。小白车，而且人家停那个位置你看呗，清一色都是停成这样啊。呵呵，这是楼前面呢，是就是那边是肖邦公园，肖邦公园是据说评价很高啊，我也去看一看，这是绿化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。你看这楼修得多漂亮啊，这哪像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呀。如果这是发展中国家的话，我希望全世界都是发展中国家。